就是一定要做，你们就是一定要笑。我们就是一，我就是一，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巧克力。阿弥陀佛，天佛。我是在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那我对，好，那我欢迎来到玲玲小厨房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做的是起花棒巧克力。我先教你们刚开始我们做到一半的方法，就是首先先拿这几个，然后呢把它这样子打开包装，然后呢把它用力的手段，然后再把它这样花进去里面，然后再融化。刚才我是14秒吧？对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来弄个11秒。对。现在我要去微波了，妹妹先跟大家讲解。但是呢，在做的时候呢，要在微波炉拿的时候呢，做十一秒的时候要戴手套，然后拿的时候要戴手套。然后微，这个是小袋子，小爸爸，包装纸，刚才就好的了。我先把刚才的那个先放进冰箱哦，然后因为在那个融化可能会很好哦，知道吗？我先把这个放进冰箱里哦。呀，没有它，我们还要再让它变大哦。这个是要做手上结蝴蝶袋的魔芋，然后。看下的剪刀，我去把一些完成品弄给大家。然后呢，这是巧克力。等一下，不用用完成品了，不用，你就再跟大家讲解，不要完成品，不要拿完成品，最后在一起。就是呢，我们冰箱里还有我们两个做的完成品，然后呢，我妈不能拿出来，因为完成品如果一拿出来，如果是礼物，我就喜欢的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像刚才那个拿出来，可可融化了。对，我们只能拿出来一下，一拿出来把它脱模之后，就直接装进一个完整的塑胶袋。不要装回原本的塑胶袋，不然会那个融化，会里里的融化。那我先去尿尿哦，尿完再回去。然后不要不装塑胶袋，不然细菌会跑出来。难搅，是不是快要凝固了？再去搅拌一下，再去微波。有小搅拌耶，你这就像有小搅拌耶。记得10秒就好了，9秒。没关系，我现在10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再是保鲜膜做的巧克力，包装纸样子。这太难搅了。我想要搅。我先搅一下，看能不能。好，来，给你讲，来搅拌。哇，很多巧克力哟！你看，这个是我做的超级杯巧克力的。对啊。好，那请妹妹帮我们拿着。来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两边拿着。两边拿着，我可以做成六盒袋。差不多凝固了吧？不下来，对不对？哇，姐姐，你看你哭嘞！游客还没怎么过，哈哈哈！好烫的，他去决定好烫的，然后游客还没融化。你不要放歪。对了，找助手时不要让助手摆得歪歪的，不然会不成功。巧克力，等一下还可以再做一次吗？
要做那个大白的，好不好？要不然它指甲多，好不好？好。很有趣，对不对？还是新的保鲜膜吗？好大哦，好污！要不要再更大？要不要？给你看一下哦，这个是刚出来的保鲜膜啊，好污哦！我要上铺好干哦，皮包也是，姐姐也是，我的裤子也是，我的脚也是，我的。你手也是，那高鹏也是，你们观众也是，妈妈也是，泡泡也是，真的很好笑，太好笑了。袜子买一送一，扎很多巧克力，放进里面，烤箱里面，这种放进里面，烤箱里面，烤箱太小。OK。接下来，哇，好大一个喽！那我们再加多一点巧克力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再加两个，再加四个巧克力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个已经放去冰箱，那我们再来做。我们这是一定要做，你们这是一定要上。我们这是一。我家是一，我们这是一定要做巧克力。晓得你们在做什么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来，拿高一点。好，那先放着，试吃一下。我来看还有没有巧克力，好不好？给我来把它刮有巧克力，再给你。给我先把它夹起。这次要放几颗巧克力？这次放四颗就好了。四颗，一颗，两颗，两颗了。喜欢我，给你看，我一下就把它弄坏了。好，你看我把它2×4=2×8，这里面小块的总共有8颗。还要记得订阅我，爱小小宝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通知。还要分享和留言哦，那我们下次见。